小糯米生日杨幂没到场，其实是刘恺威在背后捅来，网友错怪你了。提到杨幂，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她和刘恺威的婚姻，在当时两人的结合震惊了很多人，并且很多人都不看好，实际上也是如此。杨幂在生下女儿小糯米之后，两人没过多久就离婚了。而近期有媒体曝光了小糯米生日杨幂没到场的消息，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。之后有人爆料其实杨幂不想去。而在近期有知情人爆料，在小糯米生日的时候杨幂没有到场是刘恺威和他父母在阻拦。对于这个原因，很多人是不敢信的，纷纷直呼错怪杨幂了。而原因也不复杂，应该是他们看到了杨幂被爆出的各种绯闻导致的，这让他们感觉到杨幂的感情太乱了，因此不想让小糯米多接触杨幂。对于这样的说法，很多人是不接受的。杨幂的八卦多是代表她话题多人气高，并不能说杨幂的情感乱。而且刘恺威和刘丹都是混迹娱乐圈的，这个点应该是懂的。